按国家政策不就完了吗？你该怎么给我怎么给我不得了吗？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妙姐。今天的主人公呢，是我们偶遇的一位50后北京大妈。这位大妈呀，曾经经历过一次拆迁，说为了一双儿女用两居室置换了两间平房。这20年后呢，又面临着第二次拆迁。大妈有什么想法吗？来，一起听听吧。真的不让你在这儿待着了？我让你不管你什么房，你不住这儿？我住这儿，我住北长街，这不是做核酸吗？哦、这核酸不是过来北长街那边不拆啊？全拆没人的，你没看，你没走那边？没走那边。丈夫都无所谓，给我放上了。啊，你北长街的？我北长街的。那您还没走呢？没走呢。估计什么时候走啊？这怎么估计？4年了，怎么估计？不是他不是得规定一时间吗？这是中央拆迁，跟别人不一样，他不能算。现在我菜都说了不算。不属于北京市吧？哎，这拆不属于北京市。啊，这不属于北京市。想走不行。不想走也得走啊。这不是咱们想不想，咱老百姓想不想没用。啊、哦，想不想都有限。哎，想不想没用。进去了里边就是玩渣。他写的是自愿，对啊、你这是啥愿呀、啊？纯粹自愿嘛，我们不在纯粹自愿，我们给的都是产权啊，都自己房嘛，啊，都是自己房啊，给的房是自己房，那问题他给的不合适，你走不了啊。现在是给的都是公租房的，给的都是我们这条街给的都是产权房，那不错啊，都是产权房，能给产权房还不错了，大产权房，对，百子湾，百子湾，百子不远，四环不远，对。大郊亭的，还有奥森，奥森，奥森观景园，哪什么园？观景园，观景园在哪？北五环西门，哦，奥森西门，奥森北门，大产权的，都是大产权，给的都大产权，还有高丽营，用大钱吗？还基本上不用大钱，没听说谁大钱了。哦，那还条件还挺优越的。2018年有拆迁，到现在还没走呢。你说这里有问题吗？2018年，17年11月贴的，到现在没走。你说这是个问题吗？量一条只能到底，都量到底，量他妈哪来了都？量什么量到底啊？啊、哦，您挨这儿，现在这儿没多少户，30多户。这南北中间一共还有20多户，30多户，您算其中一户？我算呀、啊，我算啊。到时候是给两居室还是三居室不一样，对，给你多少你不给你钱白搭，给你多少也没用，你多少米房给你多少钱，你怎么买啊？哦，不白搭吗？不给你钱你不是白搭吗？不像80年那会儿给你房了不给你钱，这不是你就现在不就给房吗？对，你多少米房给你多少钱，拿钱对应买房，就拿钱买房。你像八几年那会儿拆迁，我们在北口那会儿那时候给房啊，不给你钱。哦，对，对呀、啊，80年。可能在这条街，啊、我们家是第二次拆。对、啊，这条街可能我还是属于一个特殊户。第一次拆房就没走。没走，走了。走一部分。没走一部分。我在那个土地那儿呢。生活不允许。又回来了。又拿一套房换这条街，还在这条街做买卖。对，原来在北口。哦啊，原来最早在北口的草坪那块，现在草坪垮点儿了。98年在那儿啊，在那儿，原来就挨着那个北海餐厅。哦，跟北海餐厅可以近。是给房啊？那就没有。那不是给您房了吗？给房了，给房了。可是我俩孩子呀，他没工作，我不是生活所迫，那你得生存呀，对吧？又弄了一间房在这儿，拿一两居室在这换呢。呀，那您行啊您。在这条街还这还是生存呗，为孩子。大姐，您有2下子，哎呦，真是服了。你看，您能拿两居室能换回来，证明够有头脑的，是吧？您没长后眼呀？您这好像就长后眼了。20多年了，到现在。啊，这20多年你得挣多少钱？挣不起，你得吃饭呢，你得挣出10个2居室了。不拿钱衡量啊，不能拿钱。真行这老大姐。嗯。哎，20多年，这第二次拆，我这条街就是为养活俩孩子做买卖，啊，不然的话我凭什么换拿两居室换？
到现在还没走。您这不行，您让孩子养活您，您还现在这岁数、哎、现在哪个孩子能养活这岁数，您还养活孩子还行，两个儿子对不对啊？这儿子一堆的，就是孩子该养活您了啊，就给您弄一两句时您就走了，养老了还不干了，临时更行，你现在这是几间房啊？两间房。两间平房啊？啊，多大面积啊？60平米。可以啊。不小，真不小。您急我那您当时换职了。是。这大姐真有，真行。您真是有后眼。哎呀，您做买卖的人就是。您这两间房是做买卖用的吗？对，饭馆。饭馆吧。对。现在开着呢吧？开着呢。你看，哎呦。您真是有远见。这我您这是老板啊。真是。啥老板呀？咱不是为生存吗？什么老板？您这可不是为生存，您这可是挣了大钱呢。哎呀，挣啥大钱呀？啊。俩孩子养起来就得了呗。对。您这个真行。儿子4岁换过来，现在都28了。嘿。哎呦。哦。闺女40了。哎呦。那您这孙子都有了？有啊。就是啊。有啊。真能干。哎呀，能干什么呀？嗨，北京人不是就能吃苦？像我们这样50年代的人。您今年有多大？看着不像啊。60。67。67了都啊！真能干，家伙。哎，这真是55年的。55年的哈。3000万的洗钱。哦，没想到您这个好家伙弄得真棒啊！这呀，逛啥呀？苦中取乐呗啊，这苦谁瞅了？那这次就等他们信儿了是吧？谈了多少回了不是？谈条件不好吧？也不是不好，反正坏。不符合您心愿。你按国家政策不就完了吗？你该怎么给我怎么给我不得了吗？他不是按国家政策给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政府知道不知道。哦，好些事儿说不清。也不是说不清，要咱们看很简单。但是他们弄得挺复杂，对，是吧？对，那就等着呗，等着吧，等着，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呀？还不能给您拆了，还不能拆，是吧？对，那是您私有财产。现在核对完了，可不就是私有的了？对呀、啊，您这不是就是买的吗？房？对，这换了，跟咱们这换，你不就等于个人的吗？对，是吧？行了，老大姐，我估计你呀、啊，下一步该享福了，是吧？这个中国人北京人谈不上享福，你该享福了，你这好像辛苦了一辈子了，孩子也大了，还跟他们这儿那什么还行啊？对呀，不能这样了，是吧？咱们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吃不了的福的，真是，哎呀，那倒是真的啊，没有吃不了的。您说这是真话？对，嗯，对，50年代人过来的，对。可能没经历，那边插过队啊，也插过队，也插过队啊。彩玉，彩玉，彩玉啊，那是一批人，一批人在大兴呢。第二年，后来上班就辞了吧？没辞呀，一直歇病假养活这俩孩子。歇病假自己做买卖，对，跟着哪单位了那会儿？跟着启动。啊，后来给歇了。歇了，俩孩子那没法弄啊，没老人给带，那不就没法弄？你就开始做买卖。对。真有头脑，真是啊！哦，那您那个后来也退休了吧？退了，现在拿4000多。哦，也还是从那单位退休的吗？对。哦，等于关系还在那儿。关系在那儿，不歇病假，不就不歇病假，不是做买卖呗？厉害，真是厉害！你这摔回马枪可厉害，是吧？谁知道他20年，咱们就为生存。谁知道20多年以后又拆？又拆，小姐，你又拆了吗？这老大姐呀、啊，嗨，为了生存。您没算老天照顾您，知道您太辛苦了。对，还真是，真是这样，真是，对，是吧？真是，真好。嗯，行了，哎，祝愿您啊，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，嗯，如愿的把房子换好了。哎，谢谢，祝福您，谢谢你们辛苦啊。今天的视频您有何感触呢？欢迎您的点赞评论，我是北京妙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